Хочу. На и хоу, мы离开了 秋草地. Мы 只想在 寒冬到来之前 尽快到达 冬营地. 没有人知道 在我们走后 那头母骆驼 曾来找过他的孩子. 但是 同样没有人知道 等待我们的 又是一个怎样的冬天。 这孩子真粗心，哎！
孩子们，那些牲口是不是越来越瘦了？是的，妈妈。尤其是那些母羊，我怕他们会流产。我到秋草地上弄点草来。叔叔，我和你一起去。好吧。叔叔，他们还活着。白费心。都是母羊，一定是走不动了，被主人扔在这里。哈利，把刀拿出来。要杀死他们吗？你不杀他，天杀，他们已经活不了了。杀他们做什么？取高皮，做大衣。叔叔，是只萨尔巴斯。萨尔巴斯，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孤儿。奶奶，他不会吃。一只弱生的羔羊能有多大的能耐呀？那怎么办呢？给他找个奶妈吧。大冬天的，哪里给他找奶妈去？孩子怎么可以没有妈？为了你们兄弟俩，我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我心里明白。妈，你看你扯哪儿去了？我们说的是小羊。
到达东营地以后，我们就与世隔绝了，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影。人和牛羊在东营里静静等待冬天的过去，等待来年春天接高时令的到来。我们把严寒比作是冬天的战刀，当昆虫和候鸟以躲避的方式远离冬天的战刀时，我们的牛羊，还有那只小骆驼、小羔羊，却以生命最柔弱的方式抵抗冬天最严酷的考验。你要干什么？想让山羊喂喂他。或许附近的牧人家会有办法。算了吧，别折腾了。为了给小羊找奶妈，乌库巴拉遇到了暴风雪。我不知道羊的生命是不是会转世，这只羔羊与当年的那只如此相像。而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它的出现如此深刻地触动了乌库巴拉看起来平静的心，跟他在秋草地上去寻找小骆驼如出一辙。
为了一只羊，你想把命都搭上吗？老天想要他的命，有10000条理由。奶奶，婶子，快来看！这不是去年给亲家的那只骆驼吗？快点，去叫叔叔来。一定是找他的孩子来了，快点儿，去弄点玉米粥。Thank you.
驼的死带给我们无法言语的创伤，奶奶莎拉，叔叔凯斯泰尔，婶婶乌库巴拉突然都变得沉默了，就好像一件最珍贵的东西被冬天的战刀劈开并撕碎。我虽然并不清楚他们心里的所思所想，也说不清楚是谁交给了那头骆驼如此深刻的责任，如此强大的力量来找他的孩子。我却很明白并悔恨自己，当初不该让他们母子分离。更可悲的是，这样的分离正在我们家里发生着，又有谁能告诉我们乌库巴拉内心里的一切呢？我深情的拧巴是心中的渴望，爱着你的伤口就在我的心上。哈萨克的兄长，年事高的族长，有谁能比上你？人海中好威望。写首歌放声唱，任泪水往下淌。面对你，我的爱话就在你耳旁，摸着心对你讲，轻轻诉不张扬。你有心会明白，真情话不必长。哈利，什么？奶奶和叔叔交给你了，我要回去了。你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去找我的两个孩子。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那我去把孩子们抢过来。我去抢他们。你知道你回去以后等待你的会是什么吗？我知道，但是那两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亲爱的婶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好闺女，孩子，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跟我说？那些
是真的吗？原谅我妈妈，我放不下孩子们，又无法报答你们的恩德。为你祈祷，闺女。只不过，该怎么样跟凯斯特尔讲？哈利，把琴给我。Thank you.
三五三六三七三，哎，奶奶。奶奶，怎么了，妈妈？我老了，孩子。奶奶，妈，喝点牛奶。嗯。我最近老是梦见你的父亲。妈，你喝。我打算在牧人们搬离橡木厂之前祭祀一次。我请大家吃一次饭。就哈里来。快过来，奶奶叫你呢。奶奶，孩子，你爷爷在叫我去呢。凯斯泰尔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他这辈子没有女人服，就说是我说的，不要怪罪女人。女人呢，从来都不是为自己活着的。奥米，安拉阿卡巴尔。多少年来，我却一直坚信，我的凯斯泰尔叔叔总有一天会在这无穷无尽的迁徙路上与他心爱的乌古巴拉再次相逢。当我自己也有了妻子和孩子，这份信念便更加牢固。尤其令我为之动容的是，
奶奶和乌古巴拉如此相似的命运。为了爱情，他们选择追求和自由；为了责任，他们选择牺牲和固守。红莲老人说过，生命世界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纵使有太多的萨尔巴斯为我们牺牲，依然有更多的萨尔巴斯延续着他们的生命。Bar demiş sende.